从早晨到晚上，老板就在这里一直的切，咱也不知道这一天到底能切多少只羊，咱下面就来问一下哈。老板，那一天得卖几只羊？卖五只羊。五只羊。早晨起来冷，打不开火了。这个锅这个直径得是一米的吧？最大的锅，最大的锅。这是河阳堂的三大件儿，醋、胡椒粉、辣椒油。这个是相当大补呀。这一天得这么一大桶水吧？下羊肉了，河阳汤还有放这个青辣椒的呀，螺丝椒这是哈，螺丝椒。羊汤来加这个辣椒才过瘾嘞哈。哎，是。羊汤锅早晨一开锅，雾气腾腾，犹如人间仙境。老板，咱这个羊肉汤多少钱一碗？随便。羊肉多少钱一斤了？羊肉70。香菜。这个地方的肉是什么地方的？是雷山。哦，雷山肉了就是。肥瘦相间哈。是的，这个香好吃。对。还是这个羊血显得细嫩哈，比猪血细嫩。是的。螺丝椒。这个是羊头肉。羊头肉。这个羊头肉的话也是一样钱对吧？哎，一样钱啊。您做这个羊汤做多长时间了？三十多年了吧。还一样。这个是羊肚。羊肚。我弄50块钱的。啊，行。能盛2碗啊。啊。这边就是北边。咱这个羊的话，选用的是什么品种？就是咱本地的那个牧山羊，咱本地的羊好吃。对。啥羊血？羊血免费。这个是羊肉。还是放点羊肉香哈。是的。大早晨在这个地方喝羊汤，你都得排队。这是梁丘大集最火爆的羊肉汤。这是一锅，用这个锅大煲。哎呦。这不是电饭煲吗？用电饭煲大煲羊汤。哇，这个超有感觉。对对对，这个好，盖上盖了。哇，这个看上去相当有食欲。你这吃的多少钱呢？15块钱的。这是什么地方的肉？心窝肉是。心窝肉。哎，这个肉也不错哈。像这样一次要5碗的多吧？多。哦，多。看到了吗？这边它是开的不厉害，而这边开的非常厉害。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造型啊。老板，给我高碗20两。好嘞。你看，老板一如既往的这个刀法。你找羊肚吧。放点羊肚，按照你们这边的正常做法啊。是的。好吃哈。对。20块钱的。放羊血。放点羊血。是的。搞里边，放点羊肉。好了，捏点羊肉。装个咸辣椒。行，好嘞。拍一个。搞点辣椒进去。这是你们那边的正常做法哈。哎呀，这一碗太猛了。大早晨就来了
满满的一大碗羊汤，真是太罪恶了。我基本上就是入乡随俗哈，什么勺子之类的一概不用，就是大口端起碗来直接大口干，太美味了。羊肝，新鲜的羊肉，小螺丝椒，哇，这个螺丝椒还是挺辣的。吃羊肉之前啊，泡点羊汤来一口，里边有水分，感觉特别舒服。